在我身边的两位，曲阳、芷婷，是目前仅剩的王力宏战队的冠军候选人。接下来，他们将以各自在演唱一首歌曲的方式来决定最终的荣誉归属。最后由王力宏老师来做最终的决断。因为接下来是厮杀的一个环节，就割肉啊，只能设一个。那决定权都在我，我心里是挺害怕的。 王力宏战队曲阳对战李芷婷，全新 OPPO Reno2，拍视频超防抖，跟我更新7200.9OPPO中国好声音，鸟巢冲刺夜，王力宏战队冠军争夺赛决战正式开始，有请曲阳演唱《拆穿》。 不喜欢逛街，不喜欢说谎，却只喜欢沉默。在每一个清晨，会默默祈祷，每天会更美好。 光阴仍然有谁还记得？那是天空准确的颜色。听说真爱会出现在绚烂自私而无尽头的脑海。 曲阳，现在请双方切换位置。有请王力宏战队李芷婷出战。曲阳他今天唱得很好，我就想说，啊，我的腿要软了。<笑>欢迎李芷婷演唱《一直走》。 啤酒还温柔做的小白，不穿鞋子的脚踝，快乐男性受年来帅，跟着我。
走走走更远，去看看星河的上游，心没有路也没尽头，一起去吹风一直走，抬起头走走走。最后更改，什么都不必介怀，拜脱掉束缚活过来，什么都信手拈来，摘抬起头走走走更远，去看看星河的上游，心没有路也没尽头，一起去追风一直走，低头走走走更远，唱起的世界并不同，心没有路也没尽头，即使我出游继续走一直走。嘿，新鲜的跟着我一直走，雨山再过山谢谢芷婷，李红老师，这是他们今晚的第二首歌了，您的感受跟我们分享一下。好骄傲啊，看到两颗发光发亮的钻石在舞台上，太棒了，而且是越发越亮，现在我已经是你们的粉丝了，真的太享受了，所以我没有任何的遗憾，我只是替你们开心。谢谢李红老师，有什么要和大家说？去阳县吧。就又转了一首歌，是吧？然后，我觉得从这个舞台出发，我觉得我还有很多很多的路可以走，然后很开心。我以后一定会努力，不辜负老师对我的期望。谢谢老师。谢谢曲阳，到你的指令。嗯，其实我刚刚在唱《黑色柳丁前》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把我的淘汰的那个感言都想好了，结果没有想到还有机会再唱第二首歌。啊，其实现在有点紧张，我真的词穷了。就是很感谢，来这边就是给了我特别多的回忆，然后我也知道自己所有不足的地方在哪，然后正在努力的进化中。对，谢谢大家。谢谢芷婷，谢谢大家。荣浩老师，我曲阳先唱吧，我先说曲阳好了。刚这首歌唱的真的让我觉得，说实话，是你编制最少的一首歌，就一个钢琴嘛。因为东西越少，就越要靠你的唱来撑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所以你刚才这一段是我觉得你目前在好听这个舞台上，我目前听了你前面所有的歌，我觉得最好听就刚这首歌，我第一次听。对，第一次听。芷婷，其实能把快歌唱得好真不容易，就如果你不是跟快歌的那个 groove 严丝合缝的话，我就觉得
我整个人就游离了。但你唱的每一首快歌，从今天的那个《黑色柳丁》到刚才是阿令的那个《一直走》那首歌，快慢都可以随意切换，我可以在任何的场合，所以我觉得个个都很强的时候，外加上他的心理素质，所以如果是鸟巢的话，我会选你。了解，谢谢阿令老师。那子婷他快歌的内容很丰富，这个歌啊，我觉得一进歌节奏不是很确认，我们找不到头拍三拍在哪里，一直到他的 vocal 进来了，然后节奏进来，然后他唱歌的内容，就是他有了一般快歌的不同的面貌。嗯，我会建议这个现场感更好的子婷。谢谢哈林老师。那英老师，李子婷，我特别喜欢听他每一个咬字的那个音头，那个爆发力特别好，这个律动都在，然后他的那个动作完全都是发自内心的，不是编排好的。那对于王力宏老师战队去鸟巢的话，我觉得如果多变性，因为他要考虑到在那么大的舞台，我觉得李芷婷可能对会不错。谢谢那英老师。王力宏老师，请给我们一个结果吧。我说过，其实芷婷跟曲阳都是最好的声音，我很羡慕你们那些声音啊，你们的天赋啊，这些与生俱来的东西是少之又少，不知道几百万人才可能出一个这样的声音，你们只要有我的十分之一的努力，我觉得你们以后不得了了，真的都要靠努力啊，你们真的要坚持继续努力好不好？但是，对 ，but， 总是要面对的，来吧。你的决定是，我要去鸟巢。种种考量，要跟这三位厉害的那几个 PK。我的决定是，增强免疫力，请喝冠益乳。本节目由蒙牛冠益乳独家战略合作。本节目指定护肤品肌层烯，肌层烯是焦点就要璀璨。我的决定是，这两个都是在我心目中真的是360度的一个好声音，这个是最残忍的一个选择。这个环节我怎么做？没法做。我希望。别用着，别看我，娜姐，不要看我，别干扰，啊，可不可以？哎，两个都不能来啊？不行，只能去一个，怎么办？啊，我们都经历过这个时刻了，对，懂，很懂，很懂。我就不习惯了，很懂，非常懂，没办法，习惯了。我们去鸟巢，代表我们的战队，会是。大家都表现得很好，所以老师可能在做抉择的时候也很难预测那个过程。我真的腿要软，我真的太就是有点紧张。二分之一啊，就有可能会是我，心脏跳得也比较快。本节目由小郎酒独家特约，听好声音，喝小郎酒，玩转幸运星期五。我的决定是，芷婷。恭喜李芷婷。加油很我自己了，现在曲阳也好棒，哎，曲阳太棒了。这次2019我中国好声音王力宏战队的冠军学员正式诞生，李芷婷。这一刻王力宏老师请发表你们的战队宣言。希望放在你身上吗？然后继续燃爆鸟巢。芷婷有什么要跟大家说的吗？应该的，真的太夸张了。谢谢，在这一刻，让我们用拍视频超防抖、更稳、更清晰的全新 OPPO Reno 2来记录下这一时刻。